啊，且那风月海峡，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它。这歌曲是网络音乐《年少的你》啊，在大陆算是热播，但是这衬着的画面却不是什么偶像剧，而是大量解放军的练兵备战画面。这是共军东部战区在社群上所发布的《月海峡》MV， 长度一共1分43秒，内容包括战机、军舰绕岛巡航以及空降伞兵登陆作战。外界认为这个时机点很敏感，因为正值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过境美国的时候，而这部 MV 名称《月海峡》，这个月字是阅读的阅，也越是检阅的意味，意思就是要俯瞰台海，但也有人认为是跨越的阅，在暗示要越过海峡，针对意味很浓厚。而共军在发布这支 MV 之后，一度成为网络热搜话题，他们认为这表达出解放军守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，但对于台湾来说，或许也感受到满满敌意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